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邦奴啊。嗱，见到咁大嘅标志咧，就知道我今日要介绍嘅系日出康城第六期嘅发展 LP 六。嗱，其实 LP 六咧，经过新后边嘅天桥啦，再去到商场，接驳去到地铁站咧，大概只系需要六至八分钟嘅路程啫。而家即刻入屋苑睇下单位先。LP 六由南丰港铁合作发展，由四座楼宇组成，合共提供2392个单位，2020年入伙。上到嚟单位啦，唔讲咁多住，睇咗啲正嘢先。嗱，正南嘅海景啦，同埋由于呢个楼层够高啊，所以咧景观非常之开扬。除咗有山景之外咧，当然仲有海景啦，同埋仲有对面海嘅夜景。嗱，呢个单位实用面积728尺，属于三房一套而储物室嘅单位嚟嘅。嗱，门口旁边位置啦，有个储物室啦，咁介绍咗个厨房先。好啦， U 型設計嘅廚房啦，咁備菜區嘅台面亦都好多，儲物空間亦都好足夠，當然所有嘅配備齊曬啦。好，咁我哋出嚟望一望個客飯廳先。好啦，飯廳位置啦，好分明啦，一定係擺呢個位噶啦。咁再過嚟啦，客廳位置唔需要多講，坐喺度睇電視，望住呢個靚海景，正。好啦，嗱呢個客廁咧，我非常之中意，點解呢？做完運動翻到嚟，梗要沖涼啦。不過好攰喎，可以坐喺度休息一下。好啦，再介紹埋個客房先。好啦，方方正正，床衣櫃冇問題。咁咧應該咧個個都爭住咧想要呢間客房噶啦。不過唔緊要，這個呢個咧有海景咧，其實隔離嗰個客房咧同樣都有海景噶喎，咁就唔使爭啦。好啦，嗱嚟到主人房套廁啦。這個主人房套廁咧有窗嘅。好，再出嚟睇埋個。主人房先，同樣啦，一個五尺床冇問題，衣櫃位啦，旁邊擺到梳妝台啦。當然重點可以望到呢個咁正嘅海景，每朝早一定好精神翻工啦。如果對於今日嘅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有其他單位嘅諮詢嘅話咧，隨時聯絡我。今日介紹住咁多先，拜拜。